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实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，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，国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，社会秩序迅速恢复，法治得到彰显，营商环境不断改善，发展重回正轨，香港居民的权利自由得到更好保障，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。香港民调显示 75.7% 的香港居民对国安法实施的成效感到满意。去年底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，阐明了相关条文的法律含义，明确了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，及时妥善解决了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。